哎回，哎回，哎回，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川吧。现在呢，潮水遇到凌晨了啊，晚上赶海才会有好的收获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跟着这些潮水啊往里走。Let's go。哟呵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遇到川哥哥开不开心？啊，上货。这口气喘的挺大的。有点冒汗。哎呦，喝饱了兄弟。哎，我不知道什么喜欢吃毛孩。哎，这是个好的壳呀。哎，这有个好的，这个大，看这水螺。哦，这还有毛孩。哎，这边一片毛孩啊，这还有小毛孩，这个不小。啊，这都是小崽子，这小崽子就不要。哦，这边，妈，这边大海瓜子好大哟。啊，这海瓜子吃的爽呀，看到没？这海瓜子，看到。二龙戏珠，这还有一个，看，再来一只。哎，桶呢？桶咋没有了呢？桶丢了。哎，那桶呢？哎，又一只，漂亮。哎，抓了个海螺丝，这海螺丝好吃啊！但是这个季节你们尽量别吃了，啊，这个季节尽量别吃它，因为这玩意儿它会吃河豚，就是有的河豚死掉了，它会吃河豚的尸体，然后它就会含剧毒，啊，吃的话会容易受伤，中毒。一到一大片这个啊，猫嘎的基地，这是啊！我天，今天我是遇到大猫嘎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哎呦，这大空壳哦，哎嘿，这还有一个，哎，黄嘎了，这个好，这还有一个，哎呀，疯了，今晚上又一只，呼呼呼，哎呀，这还一只，哎呀，发财了吗？这不，哎呀，上货，哎呀，又来一只，啊，又来一只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今晚真是赚到了这个大货，啊！上货，来看到没，小鲫鱼？这个是已经睡着了，啊，眼睛都发红了，你怎么回事，兄弟？中毒了？啊！一路都好啊，兄弟，不要想我，不小心我在这边发现一个鸡翅锅，看到没？哎嘿，这是壳，我去！来，哦嘿，哎呦好！哎，看到还有丝儿，看到没？哎，给它拉到就行了。又壮烈牺牲一尾。哎，这个鱼还很新鲜。啊，拿着吧。哎呀，了不得！看到没？哇塞，这大货！这假的，这是假的。这边还有好多小海龟。看到没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哦，这边都是，这边你看，都是海葵。这一窝子，这边在冒水呢。哎，这是个，应该是个蟹子。果然是，哦，哎回，哎，哈，看到没有？虎头蟹。还是个小少男，啊，呵呵，上货，哎嘿，真好，看到没，可不可爱？嘿嘿，长俩小眼睛，上货。哎呀，就两只，哎，这个是好的，看到吗？这，哎呦，这个不行，哎呦嘿，意外收获，兄弟，这大家伙，到了，哎，看到了黄鲫鱼，哎呦，我天哪，这个鱼不好了，看不上了。哎，这个坏了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天哪！我随便随手一摸，摸了个泥出来！哎呀妈，吓我一跳！我去，妈呀，这个大货，又一只！哈哈哈哈，过瘾！哎呀，最近咱们这个赶海啊，跟上这个毛嘎了，是倒是干上了，你看到没？接二连三的给我出现呀，闹不闹心？
黑香龙骑士，哎，跑到我的手上，哎呦，这爬我手上来了。嘿嘿嘿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毛哥专场，啊，给点个赞吧，兄弟。川子，跟你讲，这个技术，你知道为什么叫技术了吗？为啥呀？长得跟你一样的。不是不是。就是长得像你一样。不是。哦。你有病啊！都臭了，你还捡它干啥呀？那个被海蜈蚣吃了，你走，懂吗？我以为它是好的呢。山炮一样。上头，这味道上头。这个是今天晚上的收获，抓了一桶毛蚶。行了，这能做一大盘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啊，然后那个喜欢串的视频的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，点个赞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